托马斯。很久时间。OK， 我，啊，这个就是越南很出名的一个小吃白玫瑰。我们看这个老板娘具体是怎么做的啊？他放了一些鸡蛋、猪肉和猪皮，再加调料。这还有一些其他的小吃啊，也是看起来很诱人。哦，它这个白玫瑰是用一个炉火放在上面煎，然后煎好就可以放在这里蘸调料吃。这个是25000啊，看它怎么是操作的。一个一个煎好，放到盘子里就 OK 了。这一份是25000，有五个。还这边就是调料，用这个白玫瑰蘸就调料吃。25000就相当于人民币7.5元嘛。这个配料很丰富啊，有鸡蛋、肉末、猪皮，我看试一个尝一个，味道怎么样？这个白玫瑰就是吃起来外面是脆的，里面是软的，就是外焦里嫩，口感相当好。它应该是用大米和一些其他的杂粮调制而成的米浆，就放在那个炉火上现场烤制，味道挺不错的，喜欢的朋友可以。